小时候，锦衣卫突然冲进来，我被流放到南方，去做收马。是他救了我，他向我发誓，会倾尽所能，杀威诛仙，扫除阴道。你敢吗？中场的魏公主听说最近上好的厉害。 原来就是为了这点事儿。十炼，十炼，所有痴情者都不能留。你们都不能让他跑掉，把事情来立场。要想不什么死，就换个活法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一条生路。 草一般就没了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